还要再说吗？架没哎、欸，这里啊，过头啦，在哪里？倒回来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在左下，好远哦。哎、欸，这妹妹竟然长胡子哎、欸！开他，开门。你们不打算去吃饭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打开啦，开一点点啊，去了。他现在说什么？我们需要大象。他说还是需要。吃饭赶不上，为了看妹。哇，好现实哦！为了看妹啊，大家都没吃饭，大家都不吃啊。锻炼时间啊！哎、欸，真的是这个吗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是右上。右上一堆贵宾狗冲过来了，因为多了一只狗，还多了一些狗。为什么打起来了？哎、欸，对，这一关要打人不好打哎、欸。对啊，能打的 都在室外啊。对，突然想到这个。那是消耗钥匙开门，真的吗？可那门不能开。嗯，没体力了。洗澡，洗澡。感觉这关你要打，你就是站在门口，然后把他引进去房间打。嘿，哎，帅哥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来哦、这是不是铁轨啊？对啊，我们在跟这火车啊。为什么都变成？因为这是 DLC 啊，额外内容。嗯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饼干跟饮料没了。对，工作他需要什么？要心魔了，要心魔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一个是体力40就好了。干嘛？是我刚刚是练了力量，有什么力量的吗？被救了，救了。工作室哦，工作在这里。看一下哦，挂海报，哎、欸，可以申请挂海报、欸，哎，哎，我可以。好，我来挂海报给我。那个医护人员救我、啊！对，是。我来找工作看看好了。哎、欸，是要等一下要表演了吗？我所看一堆人。哎、欸，表演时真的有表演时间哦！枪枪枪！走了，表演喽！我也想表演，等一下我去躺床了。我来了！你要来一个？你要来一个？我要喷火！我要变戏！表演了！我来了！我要丢棍子！我要丢棍子！我要怎么上台？找一个，找一个宰相，找一个，耶！我刚想说怎么人都围过去了，不是从这里，好闹！如果没有参加表演会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要参加表演了，我不表演了。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来了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不是啊，扔棍子。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！我要中间跑来跑去。呜呜！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耶嘿！结束了。我想玩这个。怎么了？有人在吐火焰。哦，真的是吐火焰的声音吗？对啊，加上口水的声音。火焰加汽油加口水的声音，在楼上吗？的，换工作还是？发条商人，这是大事。超级橡胶机，是橡胶机。好吧，我来做工。来来来，把哦，中瓶牛奶给 Moco。中瓶牛奶在哪里？这警察的有病、啊！哦，在这里。来，木口给你，木口这给你。木口。哎呀，有空吗？帮我制造个仿制花。好。哎，我又要被抓去。你要被带去哪里啊？没有，去躺床了。好、哦。我只是翻一下团团的桌子就被抓了。很多桌子有警报器哦，真是的。
有真素鸡。那很多平民耶，就在马戏团里面啊。对呀、啊。高挖机。这里读一下书了。好、哦。仿制画。有信封哎、欸，还有香蕉哎、欸，你可以吃啊，吃香蕉喽！噔噔，点名时间，演员有什么任务？我来看一下哦、喔，带信给闪闪，闪闪走过来了吗？嗯，闪闪是这个，闪闪闪闪，耶、欸，就在旁边而已。你是 NPC 啊？是啊，他是 NPC 啦。很烂。NPC 是啊，他是 NPC 啊，他就从巧克力身上取回电池，巧克力就把他打倒，然后拿回来。可是我看他身上，哦，他是卖东西哦。我想说他身上没有电池，现在不能打他、啊。好吧，我先去睡觉了。红色。啊，工作都有人做了，你可以去打其他人啊。喵哈的最好打，喵哈会在室外走来走去。嗯，都是我工作台。等一下，这边这边，啊、哦，收屏哦。他躲起来了吗？是，我要把东西给他。这边很急。啊，睡觉，觉睡觉睡觉。啊，抱歉。提早起来上厕所吗？想上个厕所嘛？巧克力，点名。巧克力，东西都是扔满地都是，对啊，那比较方便嘛。肾上腺素，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触手可，哦，跑个腿吗？好，跑腿。把水果交给秋风，秋风不就在旁边而已吗？秋风呢？秋风，你是哪一个？我点不到，我刚是要给谁任务？秋风，秋风，秋风。杰瑞，有了。杰瑞在哪？这个吗？刚刚，刚刚在哪？锻炼时间要引起骚动。不是不是，吃早餐吃早餐。等一下，刚刚不要跑。巧克力呢？巧克力。刚刚，刚刚我给你东西了，你别跑。算了，等下这里人太多，等下再找巧克力，先找另外一个。找回领结。他是让你丢掉工作呀？那算了。让我？对啊。这么凶啊！刚刚，那我要去点他。这是巧克力。好，巧克力。找他，找他，冤有头债有主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就是要做巧克力，可以。我的任务就是要去打他。虽然我把任务放弃掉了，可是你还是可以去打他。我做了两个任务是在那个锻炼时间。引起骚动，而且一模一样，两个刚好就很好啊，很赚耶，一次做两个很好啊，真的。谁啊？什么？完成？巧克力在哪里啊？哦，巧克力在这哦。玩多少天？看一下，四天。超级橡胶鸭，超级橡胶鸭，还有那个电话梯。哦，他你解开了吗？因为橡胶鸭，它是部件啊，代表它可以升级。嗯，海报。看一下，
制作一张可以粘贴的海报，贴在帐篷外。可以粘的海报，这个。好了，然后呢？去找东西。哦，贴在这里啊。哦，它这里有一个屋顶可以走哎。有啊，有楼梯就可以走到屋顶。红色的卡片。啊！哎呦，一直帮别人拿东西。这工作好多人哦。干嘛？不要瘦我身。看一下嘛，小气鬼。我身上也没什么，所以说看一下。哦，四个地方要走 ，OK。这工作好麻烦哦。还好我都没找工作。嗯，接下来是这里。三四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点。这里。一二三四，猫口也太生气了吧！我只是把东西交给他、欸，哇！你是不是不小心打到他啦？没有，他看到 我在翻他的柜子，废话、啊，一定会的、啊。对啊，你莫名其妙一个人在翻我柜子，我也是会揍他。可是我翻东西给送给他、啊。你拿他的东西送给他，不是别人要送他东西，好不好？要沟通嘛，都不用弹簧。不管，我现在看到那种感觉平常不会看到的东西，我要先把它拿起来。我发现一件事，Moco的脸是一只猪。哦哦，你说Moco是一只猪？没有，你自己去看，你自己去看，你自己去看。哦，做到了，你自己去看，真的。我要把这一段剪起来。没有，他就这个角色的脸是猪。妈妈，杰克说你的脸长得像猪。杰克，你这样不行。他是说Moco的脸是蛋啊。对，他说Moco的脸是猪。然后为什么会打出Moco吗？因为笑了，没有啦。嗯，你说他除了长相之外很好笑哦。哦。造谣达人。你看，看，哎、欸，谁在我附近？有吗？有人在我附近吗？左上角。没有，没人想跟你参与这个话题。想拉个垫背的。是你一定经过这里，经过他们抓住大小啊，对吧？发现铺，确实外面的墙壁晚上烤，石料，让它动起来、哦。所以让大象害怕，也可以完成任务。嗯，应该就让他冲出来吧。对啊，他说拿老鼠去吓大象。死老鼠，死老鼠，我还没看到死老鼠，还没看到。就是要让老鼠活起来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用什么东西活起来？他说要栩栩如生的老鼠去吓他，哦、让活起来，活起来后就拿火烧它、哦。我看到一个发条老鼠，要一个假牙，啊、假牙。哦假牙布跟线，假牙，线，对，手帕，假牙，见过看到啊，白色的一个布的样子，那个是什么啊？手帕，手帕，我刚看到手帕去哪？手帕，那还有一条线，在这里，还有假牙，哇，大炮一样。那就插假牙，假牙。还有另外一种逃跑方式是用大炮，那应该是单人的。嗯，应该是。所以要找假牙。
打到男的。干嘛不小心打到你？假牙。假牙一起。假牙点名。被看先猜，我大概知道假牙在哪里。哪里？所以又是医院那个。好了，小雨。啊！要被狙击了！被狙击了！昂爽打他、啊。刚刚他在打架，他先冲过来揍我。哦、死了！好了，我只好把东西丢出来了。不行，橡皮鸭不能亡。橡皮鸭不能亡。我怕是橡皮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被打了？重点是我还没点名啊，我在旁边、啊。哇，要封锁喽！猜错了。嗯。帮我点个名嘛，就在旁边呢、啊。这要跑很远呢、啊。哎哎，干什么？要封锁了啊！没关系，我点完名了。不是那问题啊，是大家会去封锁。哦，你这五星啊，封锁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、欸，还是因为你刚刚是被警察带走，所以他当作你点过名了。哇，三点吃晚餐啊！哇，这么早吃，比较早吃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后面那个警察，他到底要追多久？他追，给他追一下。嗯，哎呀，哪里？哎、